根据最新消息，俄军在基辅的战斗已经开始。当地时间26号，俄军部队换装乌克兰国民警察部队的军装，并向驻守基辅西南方向的瓦西里科夫检查站的乌军射击。深夜，基辅街头响起密集枪声。至此，战争的主动权已经完全掌握在普京手中。俄罗斯此时的军事成果看似风轻云淡，实则经过了多方的布局和精细的谋划。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战术和打法，在军事领域将是又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战役。纵观俄罗斯的战术，可以说是海陆空。